全友馆最快新闻：刚果猴痘疫情致五百四十八人死亡。七月十九日，医护人员在刚果尼拉贡戈地区治疗一名确诊猴痘的男孩。一名确诊的四十八岁刚果男子在戈马综合医院接受猴痘治疗。途中的母子曾确诊猴痘，在恢复健康后回到联合国置办的难民营生活。 刚果卫生部长坎巴星期四说，刚果自今年以来已报告出现五百四十八起猴痘死亡病例。新华社报道，坎巴星期四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说，刚果今年以来发现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四起猴痘疑似病例以及五百四十八例死亡病例。他补充说，刚果全国二十六个省份均报告确诊病例，其中首都金沙萨报告十起。坎巴指出。 多年来，猴痘已成为刚果一大公共卫生问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尤其是猴痘疫苗合作，共同应对猴痘这一公共卫生危机。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八月八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非洲至少有十六个国家受到猴痘影响，与二零二三年同期相比，非洲今年报告的猴痘病例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四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上一次就猴痘疫情发出这一最高级别警报是在二零二二年七月，二零二三年五月解除这一警报。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人感染猴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 背痛、淋巴结肿大之后可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但也有感染者病情严重甚至死亡。猴痘疫情在刚果地区急剧升高，造成五百四十八人死亡，非洲至少有十六个国家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需要全球关注和合作应对的公共卫生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此事件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各国采取紧急行动以控制疫情。订阅新闻极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